看着得了呗，我把那给你装起来。啊？那你这白白 T 恤、大黑裤衩子一穿，好看，好看。调色师，这是美妆品牌吧？流行买面膜啥？哎呀妈，这没少花钱呢。就这，你穿这也挺好看。对，你穿那白也挺好看。哪只白的？你这半袖挺漂亮。半袖在哪买的？半袖啊，差半袖二十多块钱一个。我告诉你多少？二十多块钱，在哪买的？在安子街那边。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咱要来哈西卖拖鞋了。现在是九点钟，卖了九双鞋，十点钟是卖十双，十一点卖十一双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么干的情况下，我一小时卖一双，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待着，二十四双鞋呗，也行啊。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，一个啤酒瓶从楼上干下来。这大哥一直在那偷瞄我，昨天站这块儿斜了眼瞅我，今天站那块儿偷瞄我。这大哥要干啥呀？你说他要干啥？咱也不知道他要干啥，怎么回事呢？差事儿了？看这啤酒瓶子，服装美楼干下来的，但扔的挺远的，上面一个缓台呢，咔嚓一下。大哥还瞄我呢吗？往那边瞄呢。不是他要干啥呢？坐这边吧，坐这边安全点。是从背后下手，我能瞅着啊，是不是？从这边过来我能瞅着。不准绳啊，不准绳啊，卖啥丢啥呀？卖饼丢饼，卖鞋丢鞋。十一点钟，朋友们，卖十双鞋丢一双，丢一双这玩意儿，这鞋总共就发了三双鞋。刚才卖了一双，卖三十五块钱，三十九又抹了四块，三十五，三十五一瞅这摊儿，哎呀妈呀，总共三双鞋都拿出来了，剩一个了，这啥玩意儿？哎呀妈呀，这指头丢一个，不知道上丢多些呢。都等着你哈。咱那十块了，还有不知道的呢。
自己上庄的来。小伙子今天没多拿，没多拿，就320一袋饼啊。30块钱，100个人分还剩21袋，剩那7个人呢，你就商量好了，别争别抢啊。10块钱3袋吧。好了哥，大伙又叫大哥去了，这嘴打脸。10块钱3袋吧，老板。30张，这以前不是以前一斤才一斤。好嘞，好了，大叔啊。10张，回家到家就能选选啥味儿，但一共有蘸酱菜，甜菜呀。一锅出来的，大哥你说呢？来吧，这回行了，320一袋饼，你算算多少个人分？对不对呀？往这边站啊，往这边站来。10块钱3袋子，30张，上他那买不去，我不来，你能买这种经济这种实惠的吗？买不着，对不对呀？来几个大哥，来三袋，来三袋，来。咋卖呢？3袋子10块钱，3袋子30张10块钱。这回行了啊，这把你买吧，这把。这把咋回事呢？这把便宜了，这把30张10块钱了，来。好嘞，大哥。大哥掏钱去，小伙子是来事儿啊，咱为了拿出这把饼，一装好。这回行了，这回这小买卖，哎呀妈呀，干4年了，全回头客。买豆腐在这儿吗？啊？卖豆腐那什么去了？卖豆腐今天没来。昨天没来。昨天一家。攒20块钱啊？攒20块。连日期都没有。哪没日期呀？你看看，你好好说话。哪没有日期？现在这温度常温3天，冷冻能冻3日，这碗就冻了吗？攒20块。哎妈，爹呢？我刚吃多少斤？着急了，等着起来晚了，还找不着地方。这话听车也不好听。刚才路过，问他们那个阿姨一嘴，说这块有个地方，哎呀妈，挺好，要不然没地方，这市场卖呗。中间不让摆摊，攒20块，攒20块了。春饼吗？春饼啊。来，钱塘街的乡亲，父老乡亲，吃春饼啊！春饼3袋子，30张10块钱了，来。是马上快6点了，咱今天来钱塘街早市了啊。这面中介不让摆摊儿，我寻思来捡个漏吧，起来晚了。到这块儿真是捡着漏，15块钱租个摊位，出去停车吧。我就知道这地方不好停车，来晚了更不好停了。这家那边正好有个车位，哎呦我天哪，今天这点子太硬了。到这摊位没等摆完呢，呼呼就开卖上了，卖了100多块。哎呀妈，吃了2个烧饼，1个茶蛋，哎呀，吃饱了，吃的饱饱的。大概率是净手的呀，必须净手的呀。昨天查天气预报，今天有雨，没敢多要，要了300袋春饼。昨天早上剩了21袋，321袋的货，净手。下条视频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